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至七节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由衷地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并那宝贵的礼物，就是能够与你我们的阿爸父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愿你今日帮助我们听见你在我们里面的声音，并回应圣灵的引领，前来亲近你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